扬声大师八八级信息，关于转变从俄罗斯开始，上帝会在恩典的时刻转动这个世界的轮子，并用你想要的平和与幸福祝福你。通灵雅恩卡斯尔与八八级的对话，请了解，当日复一日黎明时，一切都发生得非常之快。请明白，天归地只是片刻。请明白，当上帝向你显现并呼唤你的名字时，黑暗的时代就会结束。我是八八级，今天你想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，你忧虑的观察时事，有时甚至恐惧，你问自己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将如何结束呢？什么时候才能够天下太平呢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庆祝全人类的团结呢？恶势力气势汹汹地聚集在你面前，他们试图用最后一击强行控制人类，并希望继续滥用地球进行破坏性行动。您了解这些程序，你不再是曾经的你。在内心深处，你知道现在地球上的情况，这就是为什么你既找不到安宁，也找不到平和的原因，因为你知道利害攸关的是什么。善或恶，光明或黑暗呢？钟摆在时代末日究竟会朝哪个方向摆动呢？别担心，地球上所有的光战士和光之存有们，不要害怕，所有活跃的人都不会错过任何机会，让您的光芒闪耀，让您的爱掌管一切。通过善行、正确的言辞、自由的思想和纯洁的情感，您可以做到之前无人能及的事情。这个人类已经开始为和平与统一采取果断的行动。这个人类根本不能和很久很久以前、千古以来的人类相比。你们中的许多人作为新生儿进入这个地球，并将作为开悟者离开。你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纠正过去的缺点和错误而来的。你们中的一些人来到地球，原因是为了将人类未来道路的控制权掌握在他们的手中，并履行他们现在作为地球和宇宙存有的责任。逃离矩阵，觉醒已经开始。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觉醒了，但觉醒者身上散发出的力量才是关键。一种力量引领人类走向必要的方向选择。在旧体制内继续，还是冲出这个母体矩阵呢？在灵魂层面，这个决定早已做出。现在重要的是，在你日常意识的层面上确认这个选择。有足够数量的人意识到其中的含义，并为他们自己和地球的未来做出决定。地表和地球内部的所有生命形式之间都将和平与和谐。他已经决定，并且已经达成一致。显化的力量将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展现。很快每件事都会与你内心的冲动保持一致，你的光芒璀璨闪耀，你的意志坚不可摧。你不再是黑暗势力手中的玩具或可塑性物质。他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，你的时间到了。然而，有一个方面不容忽视。当改变一切和所有人的那一天到来时，一切都会来得非常之快。这意味着，在那一天，上帝本人将直接参与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上帝本人即我将创造人类无法梦想的现实。你的头脑中没有那天的人类概念或愿景。上帝会在恩典的时刻转动这个世界的轮子，并用你想要的平和与幸福
祝福你。荣耀和爱的生命将回到这个地球。上帝自己会提高和扩展你的意识，以便你准备好接受他的光和恩典。片刻之后，一切都会改变。你期待已久的事情不仅会实现，而且会远远超出所有的期望。这个预言与谁有关呢？它关系到所有通过净化自己的存在而为那一天做好准备的人。它关系到每一个为爱化身为纯洁容器到达宁静之地的人。它关系到每一位行善的人，他们关心自己的福祉而不关心他人的福祉，以及每一个对上帝充满爱并为造物主奉献一切的人，哪怕是他们自己短暂的生命和短暂的现实。那一天，你们当中真正的神秘主义者将得到提升，真正的人类将摆脱所有的面纱并获得重生。是时候让你期待不可能和难以置信的事情，而不用等待了。同时，利用这段时间彻底摆脱你的主导自我，成为一个干净的器皿，这样你就可以在里面接受上帝。那么你将完成一切，那么你将受到隆重的接待。即将到来的一天对你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祝福。现在就来吧，通过将自己完全献身于转变，并向超乎想象的现实敞开心扉，进入上帝恩典的领域。爱你不息，谁呼唤我，谁就受我保护，谁与我一起踏过火路，谁就不会被烧毁。我是所有世界和所有创造物中无限无所不在的意识。梦见普京被暗杀。梦想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·普京被暗杀。我醒来时担心俄罗斯和世界。问题：我只是在做梦，并处理自己的担忧，还是这个场景还有更多内容吗？巴巴吉说：我与人类和所有人类在我的照顾下。转变从俄罗斯开始，这种变化和复兴将从俄罗斯传遍全世界。这还需要一些时间，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但你需要等待这一刻。你的梦想指向了这种潜力。确实，地球上有巨大的努力来实现它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都失败了。请注意，每个被上帝安置在地球上并完成其使命的人，只要天堂预见到他，就会这样做。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一点。雅恩，这是否可能，或甚至可能是普京的命运呢？巴巴吉说，这关键取决于这个光之存有能否完成他的使命。这是确定的。抚平你的忧虑线，因为地球的福祉不仅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，而且掌握在许多全身心投入的人手中。形势越来越危急，地球上的情况越来越危急，这意味着一切错误的、黑暗的和邪恶的东西现在都浮出水面。你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但这次是对你的全面挑战。这意味着在天亮之前地球将变暗，此后新的一天将破晓，那些将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将不会认识到这一天。这就是事件的开创性，以及一些预言如何成真。雅恩，我们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吗？巴巴吉说，地球最坏的情况即完全灭绝，你已经避免了。然而对于那些一直对自己的内在回归封闭的人来说，避免对自己来说是最坏的不再是可能的。
每个人都将以非常独特的方式体验这个地球的转变和最终转变。当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体验。雅恩，一个会被带走，另一个会被留下。圣经一八八集说，这是事实，而且这一天越来越近了。我是你生命的守护者，地球由我照料。不要害怕，而是将这个时间结构中的每一天都视为一份独特的礼物。为黑暗的时代即将结束和持久和平与光明的时代即将来临而高兴。不要偏离你的道路，保持平和与爱，其他一切都已处理好。保持你的房子干净，这样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为你正在等待的人打开你的门。我是八八吉，我在这个地球上无所不在。八八吉大师的祝福，八八吉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